你就坐在那里，你就坐在那里。我不是汉奸，我不是汉奸，没有人处理这汉奸，我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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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汉奸，你不要激动，你慢慢的，有什么事慢慢说，慢慢的说。我就是上海来的走狗，我那时候多上海人，我就是上海来的走狗，我就是洋人的走狗，我就是美国人的走狗，我就是美国人的走狗，你们枪毙我吧，枪毙我吧，你坐下来好不好？赶紧枪毙我吧，你坐下来，赶紧枪毙我吧，老实吧，老实吧，你坐在那里，不要动，有什么事说出来就可以了，知道吧？你到这边就安全了，懂吗？我是在上海，我是在上海，现在不在上海，现在是江苏，在上海，现在不在上海了，我是在苏州，你现在已经
快点快点兄弟，你们杀吧，你们杀吧，杀不了我们，杀不了我们，做什么？杀不了你们，你们有人要杀我，你和公安机关的，我不听总管，我不听总管，上上来。把手机放下，先放下，把手机放在那里。哎呦，靠！小心他那个，反过来对。宁夏、内蒙古、辽宁、黑龙江、吉林、西藏、新疆，不要跑，靠边走。我不听中国公安机关的，我不遵守中国的法律，我不遵守中国的法律。中国没有人治得了我，没有人治疗我就好了，没有人治疗我。把他口罩戴起来，把他口罩戴在那边，在那后面，在那后面，就在他的后面，对。有本事枪毙我，有本事枪毙我，你们没本事吧？去你妈！去你妈！中国人都是垃圾，中国人都是走狗，他妈就是洋人。从那个铁门那里，江苏人都是垃圾。对，从那铁门放过来的。有本事，撵了好长时间了。真有本事，在那桥那里，完之后发现一个那个自行车嘛。真有本事，我估计都是他。什么时候发现的？我去那边不是看了，完之后这边在叫我，完之后我就跑过来了嘛。你想干什么？我看到时候，我听到门响一下，咚一下子响起来。他从那边可能是没放出去。他已经跑了，不喝酒。他要是不喝酒，要不就那个。喝酒。要不就是。喝酒，我说你直接你上来了，他说不是上来，我起来跑，我说不要跑，站那不要动，你就在地里跟着。他就没喝酒，他家几天要吃不没吃东西，他也没劲，喝酒了，是吧？喝了两天，对啊，好好说，不要吵。喝酒，我们公寓特供的，好好说，不要好好说，有什么事你说。对，我们死了三个人，分别是江苏泰州人、吉林辽宁人，还有手电筒人。我也死了，只不过你们看到的是我的灵魂，早死了，叫不要。漂亮。